見到嘅咧，就係、是、響香港中坎角海灘裏面一個日落嘅情景。當太陽落山嘅時候，另外一邊個月亮已經行咗出嚟，呢、這個就係月亮啦。點解太陽同月亮會響埋一齊呢？就因為呢個而家係冬天嘅時候，係全年之中太陽照射地球最短嘅時間。